大家好，我是来自美国洛杉矶的 Yuki， 我今年已经45岁了。是的，你没有听错，我已经45岁了。你是不是觉得很惊讶？哇，为什么他45岁了还这么年轻？其实就是前几年我状态非常的不好，我由于严重的睡眠障碍导致我得了抑郁症，状态非常差，而不得不去吃抗抑郁症的药物，而由于这个抗抑郁的药物的副作用呢，让我的体质下降的非常的厉害。但是呢，前一段时间偶然的一个机会，通过高医生的分享，我接触到我们凯丽的产品。正是因为凯丽的产品让我有了惊人的变化。是的，可以这样说。我首先呢，我是先接触到了这个清气片，很神奇的一个小药片。是的，放在水里它会嘟嘟嘟的冒这个小气泡，然后好像喝饮料一样，就喝下去。一开始我并没有很在意，但是喝了差不多有个五六天这样的时间以后，我无意当中突然发现，我觉得我的皮肤好像变得很光滑，然后我的毛孔也有变细。真的，这让我非常的开心。每个女孩子都很想漂亮，是这样的。然后我就赶紧把 NSODNMN 还有我们的紫檀奇全部收下来，一块搭配起来。接下来，哇，让我不可思议的变化来了。那我的睡眠明显的改善，我居然可以睡懒觉了。我可以把吃了几年的安眠药我可以停掉了。我可以告诉你，我的抗抑郁的药我最近已经停掉了，完全没有任何的感觉，那种消极，那一种下沉的感觉没有了。我每天都很开心，我的状态非常的好，太神奇了。我现在完全被凯丽的产品所征服了。我又一次开心的笑了，我又一次回到了光明的世界里。感谢，感恩凯丽的产品，感恩高医生。我不知道怎么表达我内心的感受，可能别的人会有其他的身体上的感受，但是对于我来说，我在这一方面对我情绪，对我抑郁症真的帮助太大了，而且我变得越来越自信，我变得越来越漂亮。我希望把这种状态持续下去。我现在已经成为我们凯丽公司的忠实的粉丝。感恩凯丽公司，感恩高医生。选择凯丽，健康美丽。